韩国七人男团 Monster X 相隔刚刚一年再度访问香港举行世界巡演 The Connect。 巡演举行前一天， Monster X 在香港钻石山某商场举行媒体见面会，吸引大约400名粉丝到场助阵。而以整齐白色队服现身的 Monster X 一出场就以现炒现卖的粤语跟粉丝打招呼。我系纪言，多谢晒。我系我呢，呢个是大家好，我系陈木。大家好，我系杨佑。我系彭华，大家好，是范美啊，胡挂志林，我系李仁，我系邱胜。这次是 Monster X 相隔一年到港开唱，问他们有否为港迷特别做准备， IM 就指有特别学习粤语，也有准备很多精彩的演出，希望粉丝期待。而被问到想在香港做什么，袁虎就说想吃臭豆腐，而周宪就表示想去王嘉尔的家里看一看，相当搞笑。여기홍콩에제친구가있는데제친구네집에한번가보고싶어요잭슨이라고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